看看，不管我一个人挨烫。二奶奶正发放年龄，不能来呢，叫我来说一声。哎，萍姐姐，急什么呢？不，来，坐下。是啊。来，吃这个。你闻闻，香气这儿的闻见了，我也吃去。我吃这个方爱吃酒，吃了酒才有诗呢。杏儿有鹿肉，要不然断不能作诗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们俩要吃生的，到老太太那儿吃去，哪怕吃一只生鹿，撑坏了也不与我相干呢。这么大的雪，怪冷的，替我做货呢。啊，真好吃！我们烧熟了才吃的。哎，小心手啊！啊。割破了可不许哭啊。哎，傻子，不来尝尝呀，怪脏的。妹妹，好吃的，你林姐姐身体弱，吃的不消化，不然她也爱吃的。走吧。我来了。哎呀，好香啊！你们干嘛呢？快吃点吧。不，你们在这吃卤肉呢。你们尝尝子。好。罢了罢了，今日卢雪安遭劫，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。我为卢雪安一大哭。你知道什么？是真名士自风流，像你假清高，我最讨厌了。啊，这什么？来来来来，老弟啊。想点口啊，一会儿来训练呢。我们还来个棒子，来棒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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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球队以后就这标准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一主流规定，我只能请我雇佣的人吃饭。我又怕你们吃不惯内地的东西，我特意自掏腰包给你们买了点台湾特产。不开始啊，广告。以后咱球队一日三餐就是标准啊。哎，这绝对是全世界最贵的午餐。最贵的午餐不在于你吃什么，而是和什么人吃。就好比你跟股神拉菲特吃饭，最简单的牛排也要好几千万啊。这就是超级无敌海景佛跳墙。好，好，好！啊，这种由内功炖出来的佛跳墙，不但火候十足，而且味浓而不重，酥脆而不焦。九种材料都是极品，足足有981种变化，不但味道层次分明，而且做到了浑然一体。不愧为超级无敌海景佛跳墙。这碗是黯然销魂饭。你少装蒜了，叉烧饭就是叉烧饭，加个荷包蛋，最多值20几块钱一碗。黯什么然销什么魂饭啊！别装模作样了，小子。荒谬！我大胆的说一句，在我面前没有人敢装模作样的，你给我安静一点。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叉烧，救命啊！叉烧的肉汁正在纤维里面，好似江河汇聚，而且里面的肉筋被内力打碎，入口极致松化，再配合用火云掌煎成的糖丝荷包蛋，哇，这叉烧太棒了！陈姐姐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它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让我吃到一碗这么好的叉烧饭？如果我以后吃不到怎么办呢？看见我特倒胃口吧？
别等了，他走了。等我吃完你再说。再过一阵子我也要当爹了，我媳妇儿跟你那吃相一样，生怕肚子里孩子营养不够。等孩子养大了别瞒着他，他爸爸是什么人跟他实话实说，不丢人。昆虫採集。おー。